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游戏《神魔之塔》，那我们要进行观察是与学者的训练。那这个是现在时间是6月26号半夜12点，然后我们选用什么龙克龙纹，这个应该大家已经玩过了，因为我是后来回国玩的，所以这个我还没打过。好，我们就来录一下吧。好，这个没什么难度，随便打就好了。应该吧，应该没难度吧。冻结，冻结，冻结啊！随便打啦。没难度吗？这应该只是，对，好，这大概一分钟就录完了。会掉风头吗？还是不会？啊，不会，会掉吗？不会掉啊，那这到底是干嘛的？是会掉龙克是不是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？龙印龙纹哦，有两个就对了。哦，来，还是要使用？应该不用吧？这个。哎呦，什么东西没拿到啊？对，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还有吗？龙咒，龙咒有什么？嘿，还是其实有拿到，只是我没有去龙克宝箱看。嘿。啊，没有水珠。糟糕，嘿，应该没了吧？啊，都没东西，还有啊，龙符，还有龙符，该不会还有啊？我还以为一分钟都录完了，就有这么多，快快快快！这全部打完才有东西吗？还是怎样？
还有龙梨，这什么啊？都有几个啊？因为它不用体力，是没差。快！赶时间啊。哎，给你。不要跟我讲还有与学者的训练，这个荣誉只是训练而已吧。好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应该没东西吧。好啦，喜欢频道欢迎到我频道左下角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以及关注消息，谢谢大家，我喜欢这一期毫无意义的影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